经换上几种颜色，像飞在空中的彩虹。It's a happy world， 这里充满欢笑，这里就是属于我们的草莓乐园，唱首歌，永远永远快乐。原始生活，原始人没有房子，只有在野外用树枝做成简陋的帐篷抵挡风雨。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火柴打火机，原始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。因为有了火，他们再也不用吃生的东西，把食物烤熟了吃，味道更好。哇，真酷啊！这样是卫生吗？我们也来过一天原始生活怎么样？好啊！我才不玩呢，不卫生。来吧，肯定好玩。哈哈哈！首先我们要搭一个帐篷做我们的房子。你要去哪？去教室拿我的帆布帐篷啊。No！原始生活是没有帆布帐篷的，我们要自己搭一个。自己做。首先要用木棍做一个架子，然后收集带叶子的树枝。当，我们的原始小屋做好了。真棒，蓝色小屋。真漂亮，这是我们盖的小屋。会不会漏雨呀？小猪宝宝，快进来吧，来呀！我的肚子叫了。那我们就像原始人一样烤东西吃。耶！你在干嘛？我们不是说要烤东西吃吗？烤东西得用火，我在钻木取火呢。我去拿打火机。原始生活是没有打火机的。什么钻木取火？电视里就会骗人。着火了！电视没有骗人。烤鸡翅，我最爱吃。我吃得太饱了。小猪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上厕所。等等，原始生活是没有厕所的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用这个。用它干嘛？用它挖个坑，变完之后就埋起来。小狼宝宝，我吹笛子，你们跳舞吧。原始生活没有笛子。小兔宝宝，你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始啦！我要去看电视了，你们继续在这过原始生活吧。再见。喂，原始生活没有哨子。我要回去了，感觉一会儿要下雨，对不起了，小狼。Yeah!
是原始生活也挺好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救命啊！大家！